哦，我们又加到一个好友了。那目前有四个好友，我等下再加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戏好友收到蛮多的，要讲时装吗？诶，每一集都有不一样的对手诶。红承寿，哎，你们觉得我要讲时装吗？我是可以耶，但是我要看那个排行榜。妹的怎么没什么变？时装在哪里？哎，你们觉得我要讲时装吗？可是我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讲诶。这边好像都是后面出的哈。我现在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的意思是说，看有没有什么。啊，sorry，高兴弄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很像，也不能直接看别人的衣装，对不对？很像，很像，还不能呢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不能啊！你去他家。不知道怎么去他家哎，就还不能去啊。